这海油签回来啊！你看，这是我真无简单才找到的。这批废钢铁炼的钢材，伊计数足水的，品质阁是一级棒的。这海油是几年都的海油，这个表示我解决公司建筑成本的问题。废钢，敢是跟瑞德同一间？ 那还要，那是你先签回来。我台记明明是瑞德，先甲林老板拢讲好势啊，啊对方阁讲，因会甲遐钢材留予伊啊，啊那。因为瑞德办事不力，所以我才必须要亲身出马。瑞德，你哪有可能会出差错啊？ 你是安怎跟林老板讲的？阿姨，这部分无需要跟你交代。爸，你无伫现场，你无看到，我甲迄个林老板按的阁偌好咧，而且迄个林老板哦，阁甲我学了讲我是有为青年，以后世界集团有我这接班人，绝对赚大钱。爸，今仔日。 我替你坐一口气，你有欢喜无？爸，你都饿了我对吧？爸，我嘛真欢喜的，终生我会当证明我的能力，不让你失望。你等你看，我绝对袂输给瑞德。 原来这就是互爸肯定的感觉。今仔日我总算感受到啊！爸，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，咱爸甲联手，全世界拢是咱的天下。戆囡仔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 明明是瑞德先得到这批康材消息，都算讲伊甲袁勇公平竞争，嘛无可能会输啊！爸，因为这届机会，我对建设公司的业务真有兴趣，你敢会当互我试看卖？我想要斗相共。 爸，我知影这方面我比袂过瑞德，也毋过我即个表现你嘛看着啊，只要你愿意互我机会，我绝对会好好拍拼互你看。假使你真正无得放心，我愿意对伫咧瑞德身躯边，好好学习。 袁勇啊，阿你百货公司迄边嘛爱你顾呢，阿你敢袂伤过无闲？你毋通伤勉强哦。阮爸以前甲我教过，查甫囝就是爱有志气，行东行西是要做事业啊。爸，我毋哪想要学习，甲建设公司有关系业务。 养生村，我嘛想要斗相共。迄养生村本来是我甲瑞德要伫咧越南做的呢，啊，即马转来台湾做，嘛应该是瑞德来负责啊。瑞德为着这个养生村的规划，付出足侪心血的。阿姨，我无想要抢伊的功劳。 只是这个养生村是以前你送给爸的生日礼物，我这个亲生后生，今麦想要替爸尽一份心力，都用唔到啊！啊，不过爸，
你敢愿意相信我？算因讲了无唔对，这个养生村原本是伊甲瑞德做伙规划，我无理由让袁勇插手。啊，不过袁勇难得这么认真，我袂当在这个时阵打击伊的信心。多谢爸，我一定好好打拼，做爸看。养生村嘛要哭啊，敢嘛收过分啊？妈，你敢拢无甲爸爸抗议？养生村的客源是咱辛辛苦苦做出来呢，啊，今嘛二哥一句话都要插手，伊到底是想要创啥啦？敢咪是要来抢咱老卡？哎，你较冷静诶，坐落来啦。哎，但恁爸爸诶状况，你也毋是无了解啊。我无想要伫伊面头前，甲袁勇搁起冲突，来去影响着伊诶心情啦。只是我想袂到讲，我即边无眠无日咧照顾伊，还搁陪伊做复健，结果伫伊诶心内，我是一点仔地位都无。我都唔相信，讲伊唔知我的为难，伊竟然会答应袁勇。特别是该受伤，我相信伊心内从放袂落来，也是袁志啊，告袁勇，应该只是无想要打击着袁勇的信心嘛，并唔是我看到对伊用心嘛。嫌过我也是不好。爸爸哪会用安尼？无看到你甲妈妈遐尼啊辛苦，甲这个客户员做甲遐尼啊详细呢？伊竟然就安尼点头答应啊！够操心的啦。其实袁勇讲的也算是对啦。虽然这养生村是你送客户生日礼物啊，不过伊想尽一份心力，那以后家己的爸爸，咱也无理由反对啊。妈，刚刚你嘛安尼想啊？唉，无我会当怎？敢讲你爱我跟恁二兄拆破面哦？好，无我去甲爸爸争取。卡叔讲，爸爸坚持要给二哥家里，那恁咱就分两组啊，来比案啊，我当心咱的输赢。好，我同意。你答应啊？就免向爸报告啊。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，一个月以来，看谁先找到新的土地，组织好经营团队，咱就能公开备案。阿娘阿沙哩，你敢会伫背后出什么小人暴爽？你即摆是咧诬赖我？那不是你利用何爱家去死给瑞德哥？而且搁放唔对的消息，让何爱家、瑞德哥因伫咧山顶白走一撮。你的钢材合约，敢有可能遐尔顺利就签断啦？商场无战场，兵不厌诈。卡苏里的瑞德哥真正中计啊！这个表示，伊无家己想遐尔巧啦。你有遐尔卑鄙的手段，你怎么搁会当遐尔低的？我赢就是赢，做生意无咧管过程的。只有在看结果。二哥，我你敢真正认为过程不重要？安怎？你输不起啊？你要怪就怪何爱家，是伊甲你带衰啊！几年前，伊害你失去世界百货总经理的位置，几年后。伊又搁害你一届，失去一届废工的合约。这件代志，甲伊无任何关系啊！是有人用王振东手段。你莫甲我讲，你做生意拢是清清白白、光明正大。我唔对啊，伫生命竞争本来是凭家己本事，所以我袂怪你啊。我袂提这当作像失败借口。你还可要提醒你啊！
有当时输也是赢，看不是结果，是过程啊。那是伫过程中失去人生，爱情可能会影响到后一届竞争啊。你莫搞讲道理啦，我敢若知影，输就是输。姐，我认输啊。既然你才受一届挑战，来这件代志就是讲定，希望最后结果也是不如你，你哪会当相信下去嘛？为着客户，希望这个竞争是公平。